诶，好了，欢迎回到我们新一集的《What the Hell》系列，《What the Hell》我要被打败了系列。我要上一集呢，我做了很多事，然后现在呀，他们看我城市很多人马上攻过来，他们真的是一群很糟糕的家伙，糟糕，把我尝试暗杀的家伙，他太难杀了，换个人吧。我想看一下他们到底多少杀的那个。看起来比较有 promising. Go for it. He lost. Damn it. Damn it. He's terrible. 好，我们得先解决这里，但是我想的不是问题才对。这边的军队，Yeah, we can just draw out and kill them, I guess. I am not sure about it. 他就这样也会对你有意义，但是自动跳好像不想让我赢，然后等就对了。这队得准备出动，那我们要怎么救？你可以不用出来，我不需要你。还有谁呢？这样好，看能不能继续，还可以接受。好，那就先这样吧。那赶快过去救那个城市，反正他们是铁了心跟我们打，那就来呗。现在我们有三支军团在等，三支军团可以对抗。这里面的家伙死定了。OK，尝试看看吧，看能有多少兵就是多少兵，对吧？好了，那看一下营造的部分吧。钱还是很多，所以基本上没差。盖了吧，它都被围城了，没什么好看，没什么好盖的。盖了，搞不好也会丢掉，所以什么没差。很悲观的想法，呵呵，但是要我怎么那个呢？我要怎么开心起来呢？好了，不管了。We will have to attack soon。对，现在我更多将领，我现在没有。现在就兵而已。好了，反正就是等就对了，就这么打。Well, we must fight for our greater life. No, shall get assassin.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刺客就对了。有吗？OK，哦，这里面有刺客，那个是 spy 而已。OK, I need assassin. Give me assassin. 这里也没有，我的天啊，哪都在这里，有可能。在这里，interesting，不会是这里吧？这个城市守不住的啦，对啊，单位很强啊，也不是这里啊，对啊，是这里，哪里才有刺客啊？没有，我有 assassin，OK。好了，先过下回合，你就只能这样打下去。我不能在那边设置东西，哇，应该是我多心了，又多了个 No Rebel Rebel。看一下呗。Rebellion or Wars，又跑出来了吧？Burgundy 跟 Lombardy 的打仗，不怎么着，就是一定要死。Please just die. Kill you here and now. Destroy. 这个开玩笑，我不管，我要打死他。Kill them. Yes. Victory. 来吧，多一个将领。Ready to ambush. 哦，还有人的感觉，我的天，General. 算了。General. General. General. Leave the army. 秩序感不行。Orders, splitting the troops. Yes, Lord. 我应该要让他，
哦，我这边还有一个哥哥嘞。哦，还是你。算了，你去死。You need to die. For real. 你怎么还有人呢、啊？Fear us. 天哪！General. 我在这里看到你了。Yes. 算了，我先回堡垒吧。March. 他们跑掉，又跑掉一半的人。完全不懂他在想什么哎，完全不懂他在想什么哎。Yes. 他剩下多少人？我看一下，七，General. 哇，这几个人都德国吗？March. No more moves. General. Forward. Yes. Yes. Forward. 啊，算了，随便了。你行动。General. March. General. Bill Tower. 有了三十。搞错了，是这里找我的。还有一个是谁啊？哦，diplomat，哎，你是这里啊？很尴尬，我一直有他在别的地方。好吧，让我看看。Drive，好，接受了。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单位，但上帝，Where are they？人类，很跑掉，我的天哪，算了，重要了。算了，没差了，没差那点时间。当然要再往前一点点。好吧，下回合。我在想办法解决该死的哥德人。地震哦，他工程算了，我守不住的啦。Yeah，好了，这代表汪大人有，哇哦，啊，哦，哎，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哦，把客人攻击了，好吧，那本来就讨厌我们这样嘛，我没有选择，这样把那里变成那个了。他们变成 Rebel Settlement 好吧，那不打算定居，我们是该撤了。家伙到底跑去哪里了？我找到了。不要让他跑了，不要让他跑了。我打，我就是我要直接把他打死，我不想再跟他耗时间了。He will die today. He must be kille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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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He will die like others, so I can finally take some rest. 我不想听你讲话，打就对了。我们把这队带去给那个对手，带去给队长。有几个人啊？我不知道，我很尝试在算。对，把他拉过去。拜托你们是 AI，赶快进场！然后在哪里？这里。因为我不能自己操控，所以很惨。他们会射箭吗？不会吧？他们是射箭的吗？不是啊，为什么会攻击我？好像很酷。为什么敢伤了我一个人？我应该点骑兵队吧，赶紧过来啦！死了！那他不敢过来怎么办？啊！快救我们！Save us！
你为什么跑掉啊？你为什么跑掉？跟他打，走走走走走走走，真的是很烦呢、欸。打他们啦，烦死我了！因为叫我亲力亲为的嘛。哎，然后这游戏又不允许我操作，打死他们！好啦，死了。This is a great victory. The cries of dying enemies are sweet music to our warriors. 好，he finally died, so we win. 真的是刚才那个超惨的，一个将领卫队被打成那样，然后我们的小朋友拿回那座城。希望能跟王大人谈和平吧。拜托你告诉我歌德被灭。Finally, I saw this flag. I can feel good for myself. General, move out. Lord? Okay. Yes. 你的路就不急吧。Orders? I only have to deal with goddamn pranks. Forward! Go. No more moves! 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呢？我看一下你有多少人。1、2、3、4、5队，其中一队还是垃圾。还可以，就要把我们赶走了。Garrison here。有什么办法呢？尝试 bribe 人家伙吧。OK，代表在打法兰克人，他有这边两个城市，还有一个领主，还有一个人，三队人，他可以选择打这里或那里，不过我都有防御。我觉得他会赢啊，在这个地方的话，太奇怪了，为什么他要选攻击这里？算了，等下就会城市。OK，我们现在先等汪达尔离开好了，他们太烦了。这里有谁啊？一些 peasant，还有些秋生 warlord，神选者。好吧，这边不是很重要的单位就对了。看重训吧。营造部分应该没什么办法，没什么用。哎呦喂，有些坏掉了。水倒是不错。没办法盖墙壁哦，好吧，是可惜一点。好，都有盖东西。这堡垒现在没人。我们得先解决法兰克人了。哎，如果他们现在跟我要停战，我会接受。还没有，我没有，they failed。这个堡垒被拆了，他们走下去了，那该怎么办呢？有点烦人，但是又没有，又不得不被他们烦，General, 啊，continue our march。forward, unable to move. General, Lord, march, ambush in place. 唉，虽然很难说，但我希望他们赶快走掉。OK，然后这边只能靠他了。他很聪明，他没有选择攻击过来。
都可以离开我的土地。他不让我做任何事情，好吧，那就是没办法吧。哎，好吧，我就跟这家伙谈和平之类的吧。OK，然后此刻。找到一个人，然后给他杀了。大城市，先盖墙，避免有人攻过去，我快烦死了。呵呵。容我看看。看，倒是看一下这边有谁。他正进来的吗？应该是。Let's take down this guy. Okay. 想让他去跟着打仗，怎么都是骑兵啊？我想需要个 diplomat 跟他们谈谈之类的，希望他们不要再烦我了，这样子之类的。OK，好，在哪里啊？这个是队长而已，好吧，我们有可能可以击溃他们。Let's go！想不到他们居然主动攻过来啊，有点让我惊讶。而且我有援军，虽然他们应该也会烂，他们只要不要把送将领送掉就好了。不到人家了，好吧，有意思。我们这次没有任何远程，不过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好吧，这没问题了，Let's go。我们一次解决他，我们再解决一个，Charge。开启枪阵，应该在可以探出什么？来搞点事吧，这里也打掉。Go go go! Let's kill them all. 别跑啊，你们！面对战斗。他们都不愿意面对战斗，太羞，令人羞耻了。
承受我们的攻击。Go go go！ 哪里还有对手可以射击？Great， 然后我们起 ，Hello， 哦哇，好，出了点小状况，不过我们是赢了 ，less important than everything else， 哦 ，nobody is driven by into war， 哦吼，呼 ，yes， we defeat one， 呼，终于 ，Frank， 你想干嘛？No。你想攻击我，那就得承受后果。呵，叫你打我。OK， 这边有一个 garrison， 我叫他们应该会出来。哦，真是的，好，马上被我们吸引过来，我的天啊！No， 啊，不行，太靠近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他们。唉，真是的，我一过来，马上就全部都送过来。唉，真是个糟糕的那个。我会需要一个新的 diplomat。唉，好让我可以应付一下他们。唉，好吧，行。等一下下。好。好吧。我们刚才击退了一个军队吗？这样就是。我们得要想办法守住 Abacan。So we need more troops. 给我一些 Gala Swords. Gala Grasses. 反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下去。这边的秩序不好。哦，我已经放 Low Tax Rate 了。真的是很惨。Alright， 让我看一下。先盖秩序哈。Yes， good place， and 很好。哦，我们的城市真的都很大，赚钱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吧？的确。What？ OK， 他们打算攻击我们吗？这一团还蛮好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枪兵哎，还是我的错觉？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他们跟我们好类似哦。不过他这队是农民而已，好吧 ，Let's， yeah， end this now。Yes， a new city。你要干嘛，西多吗？如果他跟我和平的话，我还比较愿意接受。OK， 我猜他是在想办法把我的人给弄成他的吧。先击退，撤了，好吧。这边又有一个敌将，他带来了不少人。倒掉吧。好，我们现在重整军团。
OK，又多扩张了一块地，是还蛮好的啦。然后他们又跑掉了，天啊！但我们不要受骗了，高大在骗我们，等着我们上钩而已。Yeah，we must stay vigilant。对，我真想找个 diplomat，好像。OK。Please discuss some ceasefire for me. My, 哦，他同意，他们同意了，哇，我的天啊！OK，这代表我会 bug off，你是 diplomat，好吧，算了，好吧，代表我们跟西罗马的战争得继续哈。不想打他，不知道会不会尊重我们的条约，但算了，现在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好，我们先想办法拿回这里吧。就是 spy，就帮我看看这里有什么。他们都不修城市，一些垃圾，chosen warrior 而已。American，哦，我还没办法去用，哼哼，好吧，看一下这边的东西，Yeah，ceasefire，希望这真的有用，不是给我饭，不要饭给我一点问题。What？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死掉了？死人的感觉。Yes，我们是最进步的。Rioting，他好像把我将领杀死了吗？对呀，把我将领杀死，还两个一起杀死，我的天啊！先取消了，对吧？现在维修。天哪！好，围攻。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走掉。哎，让我去打一些西罗马吧。希望就这样停下来，在这边留下来之类的。这里有谁？5个单位而已。是蛮神奇的，希望我可以再获得更多土地吧。他们跑掉了，好了，跟法兰克人谈和平吧。你要吗？OK，他认同了，他认同了。然后我们再跟他重新贸易好了，忘了，不是，trade。哎，好了，我给你。OK，我们解决了两个冲突，在同一集里面解决这些问题，让我蛮不自在的。好了，我在说什么？这很棒，非常棒。好吧，我们就去招募，想办法抵挡这些家伙。OK，那我们 must build something。伦敦眼哦，他在伦敦眼。我要让他自己带领军队吗？让他自己带军团感觉是比较好的选择。反正我钱很多，这边会有问题，所以我们盖个石墙。Tavern，先围球。好，Delry 打，OK，OK，
好啦，那我们就先给伦敦建立军团吧。6回额内，希望它真的好用吧。OK，好啦，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吗？哎呦，算了，我们先过一回合，把那个城拿回来好了，先烧掉。Give me the land. Okay, what do you want? 我跑掉了。好，我先把这拿回来吧。那，please attack.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吧。Yeah，果然，鸭子。Yes. Okay. 好，那你们继续行军。想办法对付那些罗马人。入伙吧。这边还不少单位。我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杀。没有，但是有这个。好，去摧毁他。Yes，他成功了，很好。看起来是没什么对手。还是看不清楚，再靠近一点。OK，还看到一个军团。哦，这边有个将领，OK，还有一些 Alexia Palatina，OK，这边也有一团，哦，他们可以做很多事，好吧，或许我还是需要支援呐、啊，对啊，哎，从这边抽调走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有，对，现在还不行，我们要先给他重训嘛，把军队都弄完整再说。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400 AD 还蛮神奇的，然后我们终于把两大威胁给解决了。对啊，那些汪达人应该会跑掉，跑去别的地方生根。希望他们真的会想办法赶快占领一个城市给自己用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希望我们能赶快拿下全高卢啊，只剩2个城了。